大家好，我是庆航老师。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肩胸部的侧面。那么从侧面看的话，咱们应该首先做一条斜线。假设这个人的朝向呢是这个方向，这条斜线是什么位置呢？它是从这个后面第七颈椎前面是胸窝，也是锁骨内侧出发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这条曲式呢，它也是第一肋骨的位置，这是从侧面看的一个胸腔的一个大概形状。这里是颈部，从这个位置到这里，大概是锁骨。从锁骨相接的这个位置往后面来，这里是肩胛骨。肩胛骨它不是完全朝着背面的，它是一个斜着朝向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对准肱骨的一个位置。咱们先找到骨骼标记点，像这种关键的标记点。向上呢，再找到它的肌肉位置。咱们颈部的侧面基本上就是这个胸锁乳突肌，胸锁乳突肌的锁骨部。细的这一端呢，是胸骨部。这一块的位置是斜方肌的位置。那胸大肌呢，一般上束会比较薄一些。这块就是胸大肌，那么肩胛骨上面附着的肌肉呢，咱暂时先不说，先把它当成一个面，就是一个倾斜面。如果从俯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现在画一个俯视的横截面，一个切面图。那么这一段和这一段就是两个肩胛骨的朝向，它呢分别是朝向斜后方。正后方在中间这一块，两个肩胛骨之间才是后背部的正背面。那么正好呢，也是这个肩胛骨影响的，整个肩头啊，它也是斜朝前的，大概有这么15度的一个角度，大概有15度的一个角度。我在画这个的时候呢，没有特别复杂，也不用去记忆特别复杂的东西，主要就是按照建立的这个一种逻辑，找到几个关键位置，几个标记点，然后在标记点的位置相互连接，形成咱们所需要的这些肌肉、肩头这样的一个肩。咱们看啊，肩头这里呢，这一块叫肩三角肌。在肩三角肌的这个里面，它是分了三个部分，它整体的一个形状大概是这样，扣在整个肩部的，它是跨越了肩的背面，也就是后面，还有前面，还有侧面，是跨越了这几个面的一个形态。那么它的后面这一块呢，正好是和肩胛骨是一个朝向，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位置。我在俯视图上也画出来，俯视的肩三角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。这个就相当于俯视的，斜方肌。前面是俯视的胸大肌，第一肋骨。在这里呢，咱们需要记一点，就是肩头朝向。这是一个特征，因为咱们往往会觉得肩膀是朝着侧面的，那么如果在画人物的时候把肩膀朝向了侧面，它就会显得非常的别扭，不美观，它也不对，肩不是朝着侧面的，肩是斜朝前的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啊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
我们下节课再见。